所的地步人因已经离开，原来是林志新宋其英，所的地步安全，我强迫因搬离此地，青山铁运不幸获胜，一言难尽，虽来未登，一切皆因定睛更自己。因历尽邪灵要追凶此地，看来此事难了，搬离此地不是为一代永久。小将军感谢你及时的支持，我答应归你，宋琦我会好好照顾，不敌今后你将前往哪里，老相公处处为高，今我不盼，只盼你后的生活将不再这里安详，宋我尽弥补之力，尽管开口，小将军，我终于明白，我小弟只有一次来见我师叔公的威力。嗯，我小弟救将，是一名可拥有虎形的剑将，将不随便，必先追求着剑之极致。以对剑之品质，甚至影响我个业家的激情，令人心有余悸。故有最后临行，也是来以仙家重修旧好，但这既是最后之因。那一黄昏，已睡了一个。至今我未曾向你提起，一岁人生总有矛盾，但我却庆幸自己仍有此矛盾。小剑盾是我最苦恨的对手，却也是我最敬佩挚友。我不知我是否值得好友这句话，旧交平生最感叹，就是在剑之路上，有你这道永远无办法超越的高墙，但也因为这样，你才能不断砥砺自己，精进再精进。我了解，所以不离不弃，因为我以他一牛心地。在清净的路上是何等的寂寞，所以当地何有私心，小剑盾心中只感缺了点点一角。我失了一名良友，一名不断追随着你敦促着你前进的良友，多谢你小剑盾，多谢你替旧交报仇，更多谢你带我这一路陪伴。我相信如果我懂得你心格，现在你也这样陪伴。这条不清酒，为了保证你，我是了为了保证，又会这点的意志。我为了下这个伤心问，如果可以，就我领养我终于留在心胸，也算是继承了固有的位置。但你可能为你带来麻烦，放心吧，小剑盾不怕麻烦，因为此心灵不会。是，好吧。今夜一别，也许得我再见不及，但我想，我小弟也如我这般，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，也别为你寄望。多谢，叮咚。
小剑盾，我是将上身的圣杯小弟，不只是武汉。只要看见最后一面，比如我一句比如我弄下去，就回来要必定喊下令，我走入中天气一动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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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蛇熊熊，树妖根英，地龙虾，林林小林之助，天气哥。大哥，一双大哥，杨俊生一一铁铁之阵，速速传来。平团高文。有点半关，扬州后背起来关，一片四景，天地间，一也时间，清也时间，积极积极，邱将军扬州一回，有办法将天气抽象，保住梁俊生的性命吗？暗处王冠的神秘人物，一离行脚。也采取什么行动？